因为我去参加那个大甲妈祖绕境的，我又一次走到了那个新港文教基金会的，我看到了五年前哦，我在墙壁上写的那四个字的，找回良心里的，我这次又写了四个字，莫忘初衷。其实哦，从政哦相当容易，找回良心而已；执政也相当容易，莫忘初衷而已。所以我在当台北市长这四年半当中，我还是维持一样，维持当年的哦那个心情。如果说，如果为了给台湾的年轻人最大的启示，就是下次注意，勇敢的去做就对了。我干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一日壮胆。你不懂哦，你在乌龟脚挣扎开始出发的时候，你真的有把握可以西藏回来？坦白讲，我从来没提过，我怎么知道？可是哦，你不上进，永远不知道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做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不做一定会成功。所以其实我活在这世界上哦，就是哦，勇敢的去做就可以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他看一种，你就勇敢的去做，这样就可以。